首先，我们就来介绍今天 IMOSA 创办人陈荣华博士，上台致辞，掌声鼓励。现场的所有来宾，晚安，大家好。好。首先感谢各位哈、牺牲宝贵的周末夜晚来参加 IMOSA 这个音乐发表会的哈、我看今天都是坐满了，而且外面好像听说有这个那个什么黄牛票是吧？如果知道早知道这么多人要看，我们就换一间大的，对不对？对。那我们也可以收钱。所以这个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机缘，然后，但感谢各位之外，我首先要感谢澳门车队的这个会长，有包括张会长、赖会长、郑会长，还有柯会长哈。他们这个澳门车队啊，真的是我们引领之光啊。全省的自行车能够这么发达，都是从沿岭二五车队开发出去的。那因为这个他们年纪也稍微比较大，所以就换一部分的人来协助冲，所以就成立了马蹄狮乐团。所以这个乐团有很多的人来参加前天我在沿岭高中举办这个网球赛这个大家打网球说我们要打到80岁，那前天我们黄老师说我们吹萨克斯风的人也要吹到80岁，因为你吹到80岁就表示你没有老年痴呆症，而且身体都很好。所以这个我们的张会长他说他要吹到100岁。我老公你敢知道会出去打尿尿？你敢发火？老公有感恩的后，所以这个张会长是我们的澳门车队可能帮忙就接免费提供这个澳门车队的场所，我来免费请当然今天能够出来表演，我们也要感谢万里有四爷后老师，第一个就是黄金南老师，第二个是这个施昌志老师，还有另外两位张老师你在晚年在教音乐，这个是我们沿岭人的幸福你的造诣那么深能够这个来教导我们是咱晚年人的幸福所以感谢的人很多啦特别是我要感谢那个郑团长今天这个晚会都是郑团长努力去办的，比丑报还紧张啦。我刚讲他比那个丑报还紧张但是。他的用心，他的努力，一个板后的精神，我认为是值得大家钦佩。当然今天表演的跟职业级的这个音乐家不一样我们都是业余的，而且都是老学生老学生甚至今大部分都是阿公级的老学生，所以这个阿公级的老学生更需要什么？鼓励。掌声还不够大很难得这些阿公喜的在这里表演那各位的掌声如果过大的话，以后他们就有勇气老来把现在掌声了，我立马就变起来所以我这个今天这个音乐会，我们把它定义做同乐会，音乐同乐会，就是说我这些老学生来电。各位今天也都是穿得漂漂亮亮，或者真济人拢去摔倒头毛，安尼无要紧。大家今天都是有很快乐的一天，帅哥美女大家都在齐聚在一起，咱大家放轻松，尽量这个掌声大一点，好不好？我希望您真正啊，愈大声，您的表演越起劲啊。越有冲劲，你若拢安稀稀落落吼，你有一届就好啊。要欣赏老学生不简单，
欣赏那个小朋友很简单，欣赏老学生，他能够站在这里，他面对大众，这个不简单。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各位有兴趣来加入我们这个塔吉斯音乐团，真的是很好。好，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各位看我这个右手边哦 ，Mosa 从华宴这一次主办就是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主办。啊，这是下面 Mosa 从华宴，宴名是什么东西？茶饮。我是积极推广台湾的茶文化，因为台湾的 OMD 真的是世界最好的茶，但是呢，我们台湾的乌龙茶。市面上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品牌，所以买茶呢不晓得。如果说你要买茶，他说你要大一点，他就里面拿一个大一点的盒子；你要三明治，他就拿一个三明治，白白拢是一趟，白白拢是一趟，这样不行，这样欺骗大众。啊，我因为有一个机缘认识一位这个茶园的老板，啊，也茶园是在。翠峰2000公尺的高山上，而且呢，这个气候哦，就是特殊啦，比较寒冷。这个高山的气候，啊，高山的水也最喜合欢山的水，哦，啊，同时呢，它的土是能够跟砾土，这个是最好的矿物组合的这种土壤，所以你破坏空气，破坏土壤，破坏土壤。建出来这个，我亲自去看过好几次。我感觉以前农民，台湾的农民真的是不简单，刻苦耐劳的精神不简单。所以我答应农民，我能到换售这样的一个顶级的这样的茶叶。因为我看所有书籍哦，其他国家没有超过2000公尺的高山茶，都是几千个就完了。所以我们台湾这个，我现在推这个龙华宴饮，真的是得天独厚的饮。我只能说，这么好茶，应该让我们台湾的同胞来享受。这是我希望帮忙台湾的农民来促销台湾的好茶叶。啊，因为要促销这个好茶叶，我希望是走国际化的路线。所以我搞过这个 M1 摩萨，各位也可以看到这个摩萨。刚才那个福尔摩沙是不是一样？你就会很快就去想到福尔摩沙。啊，陶姐，你的一呢？英文话是说 excellent， 真好诶。福尔摩沙的茶，啊，是讲真幸福诶。福尔摩沙，各位，你喜欢吗？我到世界很多个国家，我走了那么多国家，我认为还是台湾最好。唔是安尼，你要食足方便咧，要住足方便咧，啊要出去嘛足方便咧，啊安全嘛足好，所以世界媒体甲咱讲台湾最富裕人居的一个国家，恭喜咱的健保世界排名。所以各位有没有幸福？有。我们都是以摩沙，我爱福尔摩沙。我爱福尔摩沙，哦，大家珍惜这一片土地，啊，大家共同努力，啊，这个，哦，摩沙，我太太讲哦，我做这地绝对袂赚钱的啦，我无要紧，袂赚钱，我帮助农民，即使如果有赚钱，那我就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哦，啊，真多谢哦，今天各位这个百忙之中啊，这个周末夜晚。讲着是真宝贵，啊，我多半时间，啊，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那个，我们接下来都是由捐赠园林高中清寒学生营养午餐，我们请园林高中退休园艺会会长廖云清老师代表接受，请上台。是请。捐赠金额是60万，小心，请小心。在座的公司的好 ，OK。好，各位先生、女士，晚安。
那人力高中刘校长，他因为北上教育部开会，他本来是希望能够赶回来参加这一场音乐会，但是因为周末的人太多，他赶不及来参加这个盛宴，所以就由我来代表学校接受这一个捐赠。啊，学校方面呢也准备了感谢状，要来感谢陈文华先生一直以来对学校的付出，尤其是由陈文华先生和夫人所设立的一项叫做华语奖助金的这一个奖助金，一直帮助着学校无数的贫困的学生，然后到今年刚好有一位学生他考上了台大研究所，特别来信感谢陈文华先生和夫人。那我再次代表学校就感谢这一个陈文华先生一直以来对教育的关爱和这个帮助，谢谢。谢谢，感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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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